你好，我叫 Eileen。当时我去森林湖的时候，他们给我一个中文名字，是林 Eileen。森林湖的林是林 Eileen 的林，和 Eileen 听起来一点点我的真的名字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森林湖学习和成长的故事。我去森林湖很多次，在这儿我们有名牌，有我们的中文名字，我们做很多的很有趣的东西，我们唱歌、玩足球和画画，我们还做了很多的新朋友。在森林湖，我们学画中国画。你看，这可是我的图片，有我的名字和有水果。在森林湖，我们学说中文，我们还学读中文。我们有我们的课在外面，可是现在很冷。很久以前，在中国的一个小山村里，这个是中国拼图。今天我要做这个中国拼图。在森林湖，我们学写中国汉字。你看，这个是我的汉字。我还学做中国新年包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出生在鼠年，所以我的生肖是老鼠。今年是猪年，这是我的最好的朋友。祝大家猪年快乐！再见。